来到的是2019年 Computex 耀月科技的摊位。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展出了非常多很酷炫的机壳，同时呢，在现场又有相当多的新品。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请到耀月科技的 Danny 来跟大家做介绍。好的，嗨，各位现场的 XF 的粉丝朋友，大家好，我是耀月科技的 Danny， 大家好。那这样今年不好意思，又是我要来跟大家介绍啦。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全新的是耀月科技的新一代的摊位。跟大家说一下，今年是我们家的20周年，所以说我们今天上摊位原本的设计话就变得比较不一样了，两个很挑高，看起来风景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因为在今天是20周年，所以我们也推出了很多20周年的全新的商品。那在这边的话，除了我们这边有全新的这个机壳的系列之外呢，20周年今天早上的记者会，我们家的董事长天理呢也特别为大家去推出一个全新的 Top Run 的新的 RGB 的机体，所以很欢迎大家就到现场直接体验我们机体，可以厨房就可以玩体验动，去实际操作看看我们的机体的特色在哪里。那另外这边的话，在最深处那边，我们也准备了大概至少有7张的，就是我们全新的新的 TT 的 Battle Station。那这边也有，就是我们家全新的是 TT 的耀月的电竞椅，电竞椅跟电竞桌的部分，所以要电竞桌就刚刚的主持人用在跟我们这边是直接在那边自动的上上下下，所以说在这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实际去体验怎么自动的上上下下，我会想什么啊？对，那另外的话这边也要的话，我们这次就一定也是有推出我们家耀月这边的就是改装比赛的部分。那这边都是我们这边改装比赛的作品，那这是我们台湾的改装的 KS Studio 他们改装的作品展示在这边现场给大家。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在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5月28号，从今天到礼拜六6月1号这段时间呢，来我们的南港展馆的10120的单位来参加我们耀月科技这边的现场的展示的，欢迎大家来哟。谢谢 Danny 的介绍。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耀月科技呢更多的新品资讯，请记得锁定 XF 的影音专访，针对耀月科技这一次在2019年台北 Computex 的所有的新品呢，都会做非常详细的介绍哦。那也非常欢迎各位玩家呢，可以实际的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参观他们现场展示的所有非常酷炫的新品。那当然也别忘了在看完影音专访之后呢，记得帮我们订阅 XF 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在指定的贴文底下完成了按赞、留言以及分享，就可以抽到我们的限定好礼。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